文人行自走炮，日本总是喜欢觊觎别人的东西，比如中国的钓鱼岛。但随着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日本越来越难以正面硬扛中国。由于目前中日双方在钓鱼岛主要靠海警力量显示存在，而中国建造的万吨级海警船让日本大呼无奈，但日本那不可能就因此放弃他们的狼子野心。为了对抗中国海警，他们又有新动作。最近日本海上警视厅决定追加建造三艘排水量接近万吨的福岛级海警船。中国钓鱼岛福岛级海警船标准排水量6500吨，满载排水量9350吨。在中国的2901和3901服役前，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警船。福岛级作为一艘海警船，上面可谓全副武装，二门 JM61 型20毫米六管加特林机炮和两座双联装龙利孔35毫米机炮，对于执法船而言，火力不可谓不强大。而它最出色的其实是续航能力。公开资料显示，福岛级海警船达到20000海里，可以支撑该舰直接从日本航行至欧洲。作为一艘海警船，还拥有不俗的远洋能力，可见日本始终没有放弃他们的海外扩张野心。福岛级海警船二号舰秋津洲号，由于钓鱼岛在行政上直属中国台湾省宜兰县管辖，由于台当局对日本的侵犯毫无作为，最终当日本搞出所谓国有化闹剧之后，大陆方面决定强势介入。最后日本感受到了中国海警部队的真实实力，目前中日海警船的数量比是129比55。福岛级海警船虽然从未进入钓鱼岛海域，但在多次中日海警船决力中，依靠其强大的续航能力，在外围作为战略支撑点提供支援，可以说它是日本海上警视厅的中坚力量。中国2901号万吨级海警船，不过当中国2901号和3901号海警船服役后，福岛级就遇到了最强劲的对手。为确保自身的优势，海上警视厅决定将原本于2016年已经取消的福岛级三号舰建造计划重新启动，并且追加两艘建造计划。这就意味着未来日本海上警视厅在万吨级海警船方面对中国拥有5:2的优势。但不得不说，日本人的想法有些太理想化了。众所周知，中国的造船能力已经突飞猛进，既然日本想建造更多的万吨级海警船，中国还怕比不过？从海军舰艇就可以看出中国的造船规模有多恐怖，日本想在规模上赶超中国，只怕是有点痴人说梦了。比造船速度，中国还真没怕过谁。责任编辑。